Hello guys， 我是 Zico， 各位观众不得了啦，发生大事了啊！今天早上看 NBA 的时候，小李 Damian Lillard 居然砍下71分啊！前阵子他才刚夺下三分球大赛冠军，结果今天直接砍13颗三分球。不得不说，我当下看到这个记录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上次 Mitchell 砍71分，这个记录应该会保持很久才会有人打破或是有人追平。结果呢，短短不到两个月，一个赛季就有两个人砍下71分，有够扯 ！What the hell？ 我知道大家只要看到 NBA。限时破纪录，就会想到 Zico 我的挑战系列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此频道的，赶快按下订阅按钮，记得帮影片按赞按到爆。还没有追踪我个人 IG、FB 粉丝专页的，赶快追踪起来。我这两个社群媒体最近有办抽奖活动，直到2月28号，赶快去参加吧。OK， 回归正题，这次我们要挑战的是小李上场39分钟内要获得71分、13颗三分球、6篮板、6助攻，重点是还要在上半场就获得41分以及8颗三分球，这感觉就非常难啊。刚好2K23 有个今日 NBA， 点进来之后，我们直接往下拉，就看到今天的比赛。左下角分数已经出来了，131-114。点进来之后，换上今天的球衣，应该是这一套吧。那我们就开干了，各位。主场欢呼声超大的哦，看来这一场比赛应该会非常精彩，观众坐好坐满啊！比赛准备开始，我们要来跳球。我们家中锋 Elon Musk， Elon Musk 能跳赢吗？哎呀， Elon Musk 可惜。I'm Elon Musk。Jalen Green 是不是？什么叫下马威啊？哦呦，这个运，呼，好爽哦，各种运，然后再一个拉杆上篮，这个背运，这个背运 ，Oh my god， 太帅了吧！我们上半场要投8颗三分球啊，不能乱投。投了，哦呦，大空档绝对能把握住啊！这么大空档还能不进吗？上半场要投进八颗，其实代表一节要投两颗啊，不，投四颗啊！我这个数学国文老师教的。谁考？哦呦哦呦，小李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哎，后弹有了吧？我靠，可以呀、啊！他这个三分球有加成啊，是主场加成啊，后弹直接喷呢、欸！哎，今天小李是真的也是那样打球，各种 logo 秀啊，超扯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防好，防好，防好！这球不会进，冲了，偷跑啦！偷跑就是要干嘛？各位知道吗？上去，买到犯规 ，N1， 超爽，超爽 ，N1，N1。像这种飙分秀啊，罚球是一定要把握住的。好 ，Elon Musk 面对这个中锋，靠腰，这中锋是三后哎，这个中锋飞的位是 Nowitzki 是不是？防一下小李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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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 Green 很猛嘛，很猛，很猛。很猛嘛，上去又是一个买饭，12分5投4中，命中率可以，这就是要有破71分的勇气啊，梁静茹的勇气啊。拿球，三分球可以投。Nope。 哎、欸，喂，大空档呢？抄一下，没掉。Oh my god， 这个火箭队 Martin Jr.， 这个 Martin Jr. 是那个 Martin 吗？此 Martin 非彼 Martin 吗？是那个 Martin 吗？哎、欸、哎呦，卡屁股，卡屁股。哎哎哎哎，那、欸、再、欸、转一转，转一转，舔一舔，转一转，舔一舔。转一转，舔一舔，顶到了吧？轻松上篮，右边，右边，好球，好球，犯规，好吧，超杰，传给你 ，Simmons 修一个。Oh my god！ 他这个灌篮，这个力道，这一球灌篮，侧身直接隔人扣篮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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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去，又是买到犯规才连万。目前19分，罚球5罚5中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伊隆马斯克，火锅盖的好，冲冲冲冲冲，走了，左边，单空挡，放下。对方应该以为我要投吧？没有，后撤步，中距离来一个，有22分10投7中，三分球5罚3中，还不错。哎、欸，这个命中率不错呢，没想到我都把握住。我的天哪、啊，可能因为小李的投篮包太好投了啦，速度又快又准。Nope， 冲冲冲冲冲冲冲，偷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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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有了有了，水啦，几颗三分球啦，四颗了，对不对？快攻怎么打？转身，中距离来一个，有，天哪，打疯了！对方直接喊一个暂停，小李打疯了，我，哎、欸，这个小李 Demi 太出来了哦，哎、欸，他叫他注意时间了，打卡下班了、啊。第二节开始，我们主角再度上场啊，怎么一上来就开主宰啊？还是我刚才换下去前的那个主宰是吗？怎么直接上来开主宰啊？上去直接一个双手暴扣啊！精彩镜头直接出来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冠飞的这个高度？老高哎、欸，太飞了吧！这个主宰是刚才被换下去之前开的、啊，所以说应该持续不久。但是呢，飘头主宰呢，就是要直接喷，哎、欸欸欸、靠，哎、欸，直接喷也不是这样喷吧？
哇，只玩一下而已呢，但没关系，我这个瞬间可以上去。再一个 N one， 这样 N one 哦，这样子被扫成这样，看一下，上去拉，然后这样 N one 转身，三秒两秒给对哦，拆炸弹。哎喂，大哥，还好没犯规，冲，快攻，收台喽，各位，这上去个单手暴扣，像这种啊，我感觉对方应该不会进，我们家队友抓篮板的偷跑真的很爽，哇，这一球，我们的吗？所以我们终于抓到第一颗篮板了，真的不容易啊，我们这种矮后卫要抓篮板真的不容易，马斯克给你做一个搭配，我跟 Musk， Elon Musk 做一个搭配啊，有了，篮板喽，我们的。又是小李飞刀的感觉齁，可以切一下欸，瞬间加速，奥特布反手上来哦，这个小抛投，我推右蘑菇头啊就变成这样，推右蘑菇头就会变这样，轻松一个漂蓝，舒服。来哦，小李现在是要单挑咯，哦，卡到单控挡，他卡在我屁股，有了 Nope， 为什么这种卡屁股单控挡就没有，哇靠嘞，欸，他这个拉杆有点帅啊，哦哎，有哎，卡一个很好，传个助攻，马斯克，不可能啊！又是一个偷跑，偷跑就是要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投三分球，对我就是迷恋三分球，因为我要破纪录，不然是我的话哦，早就隔人灌篮了啦。各位有发现一件事吗？刚好投进41分，二篮板四助攻，刚好41分呢。重点是我们第二节还剩下5分多钟，那感觉可以先让他休息一下。哎，卡 bug 是怎样？我可不想重拍啊！哎，大哥，那呢 ？2K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终于，哇，过了1分多钟，电脑终于自己叫暂停了，到底是什么鬼啊？还好我没有完全卡死，不然这部影片直接烂尾呢。我们小李刚才休息一下，再度上场，剩下8秒，7、6、5、4，哎，马斯克又偷跑。水哦，好想要 logo shot， 不知道什么，这么远很想 logo shot。5秒、4、3、2、1，logo shot 一颗好了。啊，第二节剩下最后的7秒、6、5、4、3、2，抓篮板，篮板很重要，篮板我要我的，水啦，3颗篮板抓到。中场70-50，我们赢了20分，领先20分。看一下中场数据，41分3篮板5助攻，整体命中率23投15中，三分球12投6中，基本上我们上半场没有完成8颗三分球，真的有点尴尬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们下半场拼一点好不好，13颗三分球应该是 OK 的，后弹一下，好，有咯，外面队友可以吗，把握住一下，哎呦行啊，6助攻完成了，各位 Grant 完成我们这一次6助攻的最后一球啊，那中锋就在那边不贴，是不是不贴我就要直接喷咯，可以吗？啊，好球，9%干扰照进，有，他那些徽章有触发出来，第一节获得27分，第二节14分而已，可以吗？马斯克有守住，冲，有机会，这个马斯克很拼啊，再拉一个，放掉，切了，轻松上篮。我们现在的话哈，就是继续看一下怎么投三分球比较好投啊，哎。喂！我刚才本来想牵进去之后传出来，结果直接上去买饭也可以啦。47分啦，今天买饭数量非常多，而且小李这一场发球都没有漏失过，那我们的发球也是不能漏失啊。哎，有了，拉到一个空间，干 2K， 冲！哎，可以哦，修台，再一个单手暴扣，对方掉往后拉，有这球有了。可以，9%干扰。虽然说他还是有一点干扰，但是还是可以进啊。抓篮板，我们的，所以就是这样，我们的可以。我还需要一颗篮板啊，我还需要一颗。喂，我们的，我们的。哎呀，真的可惜耶，刚才离那一颗很近的说，后撤步，这么帅哦，中距离有了啦 ，nice。小李再度上场啊，三分球。喷起来，有了！果然下去休息，让体力恢复一下就有差、啊，不然刚才那个体力下降的时候啊，那个准度啊，真的不行啊。Elon Musk， 哦呦，要面对这个中锋啊，可以哦，最喜欢面对中锋了，我要把你跨 over， 我把你脚踝掉，脚踝，可以吗？No. 啊，这球不行，
来啦，各位，第三节最后一波啦，六秒、五秒、四、三，哦呦，对方被我骗，传给队友，可以吗？拆炸弹，可以耶！哎，这个有算吗？这有算吗？有，有算。我最后一波，他们以为我要投，然后他们全部来包我，我直接分给 Little 啊。第四节开始，目前差八分，三颗三分球以及一个篮板，应该可以在这一节完成。好，卡一下哦，卡一下，没人扫三分线。哎呦，喂，大哥，14%干扰哎，啊怎么进呢？快，防守防守防好防好，有篮板，这球一定是篮板。Sweet，六篮板吗？可以，各位，我们篮板跟助攻都完成啦、啊，往后啦。大空档有了，我就知道这种大空档往后拉一定会进，完美大空档，有没有看到？下课喽，下课喽，看手表，时间到喽。再一颗这么远的三看好了，好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三看。No 啊，没进。再一颗，再一颗，再一颗。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哎、欸，这球有机会，这球有机会，这球有机会啊！太慢了啦。后撤步。哦，这球感觉不行，哎、欸。怎么突然变一个助攻？突然莫名其妙多一个助攻哎、欸！这个穿针引线，这个空手跑位，屁嘞屁嘞！巨神兵将勾手的、哦，哎、欸，这巨神兵将勾手的呢，在罚球线勾手呢。追球啊！到底什么时候追球可以完成呢？卡到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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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碎碎，可以啊！我们追平三分球比数，爽啊！终于，终于。哦，可以哦，我们追平可以汤普森哦。OK， 各位，本场比赛剩下六分半，我们完成挑战。那看一下比赛数据啊，小李39分钟，我们上场32，是有在标准内的。71分，我们得了72分，六助攻我们完成了10助攻，命中率的部分，小李现实生活中是38投22中，我们44投26中，现实生活22投13中，我们是27投13中，罚球7罚全中，跟现实生活中100%命中率是一样的。所以这次算是挑战成功，但是没有完美挑战成功。毕竟命中率跟他现实生活中还是有段距离，连游戏都这么难挑战成功了，优想可知小李今天的表现真的跟鬼一样啊！